现在大溪是非常多族群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地理环境哦。在大溪，我们随便在路上都有原住民的朋友，在大溪原住民的朋友也占了大半的部分人口哦。我们一起掌声欢迎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带来的舞蹈。
喂，好了，赏酒赏酒。好了，我们给简宏宇董事长一个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原住民需要这一类的啦？很吸引。好来，我们邀请我们的舞者哈，到我们的琴台前，我们跟我们年轻又帅气的罗朱北拍照。再次掌声鼓励哈，谢谢我们所有的原住民的朋友，谢谢你们哈，谢谢你们。